厉害啦，厉害啦，厉害厉害！现在位在于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被再来一个。哦，今天主角在喝奶。喝奶。今天主角波能哦，托波能的福啊，我们一家四口要来拍这个妈妈宝宝的封面了。哦。又要上封面了。上次还在肚子里面。哦。现在生出来了啊！蔡老贵拍第几次？拍第三次了。哇，两岁而已。好，我们这次主角是波能啊。我觉得现在会很失控，因为蔡老贵听不懂人话，哎，会假装听不懂人话。对对啊，这个真的听不懂。这个完全无法控制。怎么一家四口一起拍出封面照，非常的困难。我觉得对。好了，让他先吃饱啦。好了。爸爸在抹东西耶。好好哦，我们不能输啊！你要画吗？我们也要画吧。你要抹抹吧。快，我们来抹。我们来抹个如意吧。眼睛闭起来，你跟爸爸一样，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哇，你的好漂亮。帮你上妆哦。哇。哇。嘿嘿。如意啦。好了，你看一下，这样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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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吗？再一次哦，再一点点，嗯，嘟嘟嘟嘟嘟嘟。有吗？是哎，好好好漂亮啊！啊？帮霸王图？帮霸王龙图吗？不要吧，那个口红有点贵，你帮我。先画我。你要想要拿镜头吗？自拍。你跟爸爸介绍这只叫什么？小绿。小绿哦，啊，这个是。红暴龙。红暴龙啊，啊，这只嘞？没有。啊，你是吗？你这只是。贵暴龙吧，你们你说外面有什么？外面有闪电哦，闪电是，那我们看完再送进来。哦哦，是拍照的闪光啊。爸爸爸爸爸爸，外面有没有闪电？哦，那可以是安全哦。嘿嘿。哎，这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穿鞋子呢哈。人生第一次哦！哎，看爸爸在哪里？那里有，这里有，上面有闪电哎，星星的闪电！哇！也太意外，太意外！很好笑哎！你问看拍完了吗？拍完了吗？拍完了，要换你看了吗？等一下换你哦，等弟弟哦。看起来很开心哦。给我看飞机在哪里？你飞机哪里？看，飞机哪里？给你给叔叔看。那这个给叔叔吗？这个给叔叔看。哎，哇，谢谢。哇哇哇哇哇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哇哇！给我爸把绳子拔掉，爸爸，快点把绳子拔掉，把绳子拔掉。英雄，英雄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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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你去找恐龙在哪里？恐龙在哪里？恐龙在上面。那你要找它，把它拿出来啊！正确，拿出来。你还用那只手棒，用另外一只手棒。波能在镜头前更胖了，超胖的，怎么会这样？胖，更胖。本人应该没那么胖。嗯，本人没那么胖啦。本人比较瘦。本人比较瘦，本人比较瘦。万龙。你当翼龙。翼龙。那我当什么？我当。
最近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去公园的时候，爸爸帮他打掉一只蜘蛛，从此我就变偶像 hero， 真的。他早上起床，爸爸，你帮我打掉蜘蛛哎，对，每天早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变 hero， 现在是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现在有点崇拜了。对，小男生开始崇拜爸爸了，这样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，可能很短暂。对，还是你要送别的东西给我？谢谢哇！没有了啦。那不可爱的一个。哇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还要唱？你最喜欢是什么？最喜欢。最喜欢什么东西？它在地板的龙。这是什么龙？这是什么？蛇颈龙。蛇颈哦，蛇颈龙。在游泳。蛇颈。太棒了，你收工了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他快热死了。快热，好热啊！他整个人在发烫。这辈子第一次穿长袖。对。完全失控，完全失控了。今天插位表现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拍了应该有很多好照片，很不错啊。他就当作来玩而已啊，对，玩恐龙，玩爸爸妈妈，玩波能，开心，他最开心，成功，成功，不错。我要哭了哦，剪一刀就好，拜托哦，不要。